来印信交接。今天我们邀请中华民国成立游泳协会总会长担任今天的建交人，请第十四届会长上台，请第十五届会长就位，请建交人就位，交接印信。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高淑珍高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那个陈振荣协郑总会长、梁总会长、张总会长，还有我们总会的秘书那个监事主席、秘书长，还有五区的区会长，以及所有现场的会长，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恭临这个盛会哈。一刚开始就给我们一个震撼教育哦，我还以为我们台南世纪找到了正版的 Sky 跳那个骑马舞到现场，后来看了以后，我发现比我们韩国版的还要棒，你说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很用心哦，真的很用心。台南世纪早晚会所办的每一场活动都是那么的精彩，都是这么棒，由我们高淑珍高会长率领的第十四届团队，还有我们台南世纪的历任会长相挺，这两年来画下了完美的句点，包括在年中我们台南世纪游泳池还没有完成之前，我们的团队就全力相挺，让我们台南世纪在年中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独占鳌头，在年尾的时候又拿到水椅争锋。我们是不是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第十四届的团队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相当的不容易哈、哦。接下来我经常讲一句话哈、哦，越艰巨的任务，越不凡的事情，就要有越有能力、越超人来担当这个职务。我们胡会长就是这个人选，您讲对不对？我希望。大家用各自用一个掌声，过来鼓励一下，您讲话好无？哦，台南世纪早晚会扮演着我们泳界的模范，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各协会的倾力相挺。今天的大会，我相信哦，在泳界是独一无二。啊，我在这边期许我们所有泳界的好朋友继续挺我们区会，继续挺成人泳协。在此最后，我做一个工商广告哈，因为我们南区哈南湾的部分，我希望今年破6000，我希望4月21一起来冲破6000，您讲看好不好？啊，在这边也祝福我们第十四届画下完美的句点，也祝福第十五届继续努力，希望台南世纪能开创更漂亮、更辉煌的成绩，您讲看无？谢谢。好，在此祝大会圆满成功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谢谢。